小火龙的一天，我是安阳小朋友。小火龙的一天，我吃睡板。小火龙的一天，七点钟早早起，八点倒垂，七八点钟到学校，上午一玩游戏，吃午饭一定要吃饱，下午故事有意思，说声再见，出学校，开开心心起一起，安安静静睡睡觉。